到达以后，在18分钟哦，在室友的地方哦，找到那个受困者，那并将伤受困者送五大医院做急救。目前患者的生命迹象是 OK， 患者是在五大医院急救中。里面哦，人家面积不大，那大概只有20平方公尺左右，但是里面它堆放了很多的回收物，那阻碍了避难逃生的那个路。